欢。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宿舍，这里真的很像那种重新规划的那种社区，有没有？都会有一个那种广场，可以在那边跳广场舞吧。现在要到那个我们的宿舍，啊，太高一点。来，你去跟姐姐 hello 一下，快点。跟姐姐 hello 一下。然后你跟 hello， 快点 hello。hello。然后我们拜拜。然后我们进来都要用我们的那个选手证。我今天终于找到，我找一年了，找不到。对，不要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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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，哎，拍了。这样，有人写信，这个是写信箱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有人写信告诉我，今天你想要梦什么？哎，饮水机，而且我每天看到饮水机就知道要记得饮水机了，很贴心啊。你看，你看电梯就步步高升吗？我还一飞冲天，哇塞！好，然后我们的宿舍在六楼。这层目前都是住羽球的吧？羽球没有，还有射箭的会议厅吗？会议厅，可以在这边交朋友。如果没朋友，可以在这边交朋友，是不是？哎，好久不见了。那个谁？我朋友，这里是我朋友。哎，你看，还有那个大家公共，我们可应该是我们这一层一起用的那个冰箱啊，对吧？啊，里面的都不是我的，但是大家都没来了。哦，他们有规定，他们这管理的还不错，他们有规定说，我们的房间门口，就是你看，你看到门口，都不能放任何的鞋子，就是会很像，就是要让大家的比较规矩吧。然后这里干净。这是王麒麟跟李德辉，我每天晚上都听到阿姨来跟他们说，哎，鞋子要收进去。你看我多干净啊！嗯，很好。然后我们这一层哦，这一层都每一层楼都有一间洗衣间。然后以前的话，以前旧宿舍的话，我们的洗衣服会算是阻塞啊，就是阻塞啊，就是会塞车。嗯，就可能要等啊，然后等完就被。这些都全新的呢，哈。对啊，然后你看，这里有一二三四四台洗衣机，然后四台，我算错了，有三台洗衣机，三台洗衣机，四台烘衣机。哦，对啊，那都还不错，因为人其实不，其实一层楼的选手不多。啊，你看外面，晒衣间，不错。哎，你看这个。那谁的？说话来了。啊，我会想先带你来，就是因为我衣服还没收，顺便先收一下。选手日常啊，来，然后我跟你说，你有没有在里面捡到钱过？啊？应该是别人都捡到我的钱。你看我少拿一双袜子，少拿一只袜子。跟你讲，很多人都说烘衣机、洗衣机会吃袜子，就是因为这样在那个边边。来，我就要进房了，看一下1615。没有整理哦，真的没整理。哦，你看，真的像饭店，真的是饭店。他们的棉被就是完全是真的是像饭店那种，然后床也是，那只是说他们每个礼拜都会来帮我们做，每周一五啊，整理一次，每周一次，然后床单啊，然后棉被啊这些都会更换新的，然后枕头也是，那枕头套都会更换新的，对，来看一下，这里我们还有一个阳台。他真的很贴心啊，你知道为什么？
因为哎，你干嘛？太憋了。对啊，啊，出来一下。但这个真的还蛮贴心的，因为如果说像我们训练上，有时候心情比较不好的时候，是，我就会在这边看看星星。啊，现在中午有点热，还是关起来啊。你有没有想要介绍什么？差不多了。差不多。哎，还有这个，这是它的特色。这个我把它拔起来，这个晚上超亮的，这个我在半夜的时候还是这么亮。你把它拔掉就好了，兄弟。哎，可以拔掉，上面有插头啊。不要，我怕到时候别人来我避难的时候找不到路怎么办？对啊，大概这样。然后你看衣柜，每个特色就是你打开看，你看一下。他们不管是鞋柜还是衣柜，它这里都有做一个通风口，抽风的。哦。对，就是你衣服他们也不会怕热，像你一样没洗塞进去隔天出来也是没什么味道。不是他怕衣服可能会热。嗯，对啊，衣服等下爱叫怎么办。哎，你鞋子可不可以摆好一点啊，非要我生气啊。整个被冲下水了。OK，这是我们的厕所，它厉害的地方就在它洗澡的地方特别大。对啊，你在里面想要做一点什么弓箭步，边洗边拉筋都可以。洗热水澡洗完拉一下筋，这里空间都很大。这里可以两个人洗。OK 啊，今天开箱就这样了。好，开箱一下。